这个是灶门炭治郎，灶门炭治郎拿的是灶门炭治郎图案的灶门炭治郎茶杯。10月18星期日的妙妙车车乐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车乐喽。没了10块零用钱，姐姐15抽，妹妹21抽，啊，99差点兑100了，99亿。99嘞。99差一个。98。222会不会今天都没中？可能有100%的几率吧。可是我有2个8哎，9.9%。哦，妹妹一排没有了，姐姐好像都没中。对，99.9%。哎、欸，来了五了，我看到5分1点的95。嗯。95度珍珠奶茶。190。190。小的。70，我一个小的，一个明信片，我一个小的，一个明信片，我等于怎么办？抽2088，我只差一个八就变成哪有2088？我只差一个八就变成2088了，因为我是208。叮！你看我挑的比较好，我两个小的，好，这怎么弄？贴纸，哎，一下就中鬼面贴纸嘞 ！Oh my god， 胸针，也是鬼面贴纸，可逆的，可逆的。哇，好好哦！哎，一个东西呢？角落生物猫咪便利贴。有什么吗？有什么？这什么？废纸。爸爸加码时间来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我们也有这一张正方形的。那我们现在要来介绍鬼面的睡觉公仔。这只是我的，妹妹你。先把我这样子排列好，这是对我们的。好，一个对白。我是介绍这三，2223只这样子啊。是我抽中的，成黄绿蓝啊。这是鬼灭之刃的睡觉公仔第一代 ，Tomi Yoga Gyu， 卡玛多天使的，然后 Inosuke， 这个是卡玛多 Nezuko 的睡觉公仔，这是卡玛多天使的睡觉公仔。这是我七贼一只的睡觉公仔，这是嘴很皮的 Inosuke 的睡觉公仔，这是 Tomi Yoga Gyu 的睡觉公仔。我知道这个，我是 Inosuke 一只。好，那接下来是4个立牌。这个是嘴很平的 Inosuke 的那个商品立牌，它上面围着一个围巾。不是内裤、啊。不是内裤，你要它的草内裤干嘛？好，这个是我七善意，他拿着我七善意图案的茶杯。好，这个是灶门炭治郎，灶门炭治郎拿的是灶门炭治郎图案的灶门炭治郎茶杯。绕口令一下。你开始什么？你要这个看，这个是灶门迷豆子的灶门迷豆子抱枕，他拿着灶门迷豆子的抱枕，是灶门迷豆子的立牌。好，那我们的东西都介绍完了。相片的订阅，我们还上6点多，视频上传时间，拜。还要记得订阅。